想封住世界学联的嘴，并嫁祸我们。他们用心狠毒啊！还有一个特殊的信号在抗大周围频繁出现，我还来不及破译。你们一定要注意提防啊！我这就安排校内巡逻哨。好的。康全同志向我汇报的情况，就是这些。这就对了。这和我刚才说的情况就吻合了，看来这个人非常可疑。我建议派唐教员监视他，另外通知高哥。Come here. Please come over here. Everybody must be know this gentleman. Watch here. This is Lenin, and this is Marx. Our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we, a pact to seek good unity with all the forces that can be united. Our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are in harmony, and we often give them assistance. They are thankful to us. They written these letters for us. Everyone.Let's take a photo. Come. 来，我给你们拍。Come here. 来，快快快，石队长，看这儿啊。孟夫子有问题，他有发报机。发报机？快带我去看看。你看，那个就是我们二期学员。不好了，鬼子飞机来轰炸，赶快保化国际友人和苏记长。是。Everett， 不，不，快！1938年10月，日军派飞机轰炸延安，随后抗大由凤凰山迁往清凉山继续办学。敌人的轰炸如此精准，看来绝对不是巧合。婷婷，你去看看有没有其他人员伤亡。是。
么样？孟福斯是特务，算教授牺牲了。快，先把抢救员扶出去！快！孙教授，孙教授，你醒醒！孙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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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别动，给我。就是我们的接头人，没错。你们在抗大所有的行动指令都是由我来下达的，代号企鹅。报告，山上发现一处废弃的窑洞，有可疑足迹，一定是孟夫子他们。给我查看看。是，跟我走。走，走。西安奉命，你们两个先去瓦窑堡张志武那边避避风头，等我消息。是，走。这次轰炸对我们学校的打击简直是太大了。还有，这个孟夫子的身份一定要查清楚。他会不会是国民党的特务呢？如果他是国民党特务，轰炸我们的为什么是日本人的飞机呢？那你的意思是，他可能就是日本人的特务。这个畜生，我一定要找他报仇。报告。进来。站长。董事长，你怎么回来了？差点就回不来了。怎么回事？日军飞机轰炸抗大，我差点被炸死在里头。日本人，他们怎么会知道世界学联代表去抗大呢？而且炸得这么准，不可能啊。我也觉得这事儿挺蹊跷的。对了，站长，你有没有收到企鹅发的关于世界学联代表活动的情报呢？没有啊。没有。报告。进来。企鹅，你怎么回来了？那天我接到董科长的指令，正准备往站里发报，没想到被我的同屋发现，差点没死在他们手里。抗大被炸，你知道吗？知道，我就是趁着爆炸跑出来的，要不然我还出不来呢。我一出来就去了李家昌，找到了魏东和黄达，我一暴露他们也有危险，所以我就先让他们去了瓦窑堡。既然这样，你在这儿待着也没什么意义了，干脆你也去瓦窑堡。抗大的一大队在那里也很麻烦，你先到那边了解一下情况。是。这次轰炸不但破坏了世界学联的活动，而且对中共造成很大打击，一举两得。那零三九怎么办？继续留在蓝衣社，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退出。是。回来了，日军。
军轰炸康纳的时候，我听说你就在现场，你没事吧？没事，谢谢。那就好。那他？他一直跟我在一起，你放心吧。啊。给你看样东西。这就是现在的他呀。谢谢你。不用客气。收拾一下东西，明天结束学习到站里工作。是。上车吧。嗯。哎，董科长，我来吧。好。根据上级的指示，即日起改名为军事调查统计局西安工作站。我希望大家还要多多支持哦。站长客气了，能在马站长的手下工作是我等的荣幸。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的工作，军统主要是监控延安共产党的活动。大家都是党国的精英，千万不要谦虚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叫钟冷，第三期巡导班毕业的学员，从今天开始到我们西安工作站工作。以后我们要精诚团结，共同为党国效忠。是。那边又来信了，这么长时间没有来信，看来我们的意图可能被识破了。这样，你暂时不要给他写信了。结束了。知道了。挺忙的，大半夜回来倒头又睡。这第二天早上又去执行任务，我呀也没啥心思收拾。高科，振作一点，孙教授希望看到你这样吗？行了，我知道了。哎，歇会儿吧，别忙活了啊，我给你倒口水。说，如果有一天我牺牲了，你会难过吗？你行不行了？都什么时候还添乱？我这不想随便问问吗？还生上气了？喝你的水吧。你放心，我呀会一辈子都缠着你的。哎，现在你不用再跟谭大哥那边联系了，那高哥这边是不是就不用为难了？我暂时没打算想这些，是因为那个梁婷婷吧？有一点吧，不过主要原因还是我自己的原因。我真搞不懂，你到底在想什么呀？不光是你弄不明白，我自己都没想明白。所以啊，干脆就不想了。行，我也懒得管你了。小翠儿，我织那个围巾怎么不见了？啊，围巾啊，你不是不织了吗？我给扔了。你给他扔了？啊。口是心非，在这儿呢。
我就知道你不会扔了他的。我要扔了，你还不得把我给杀了？你好，同志，这是我们抗大的政治部副主任胡副主任，我是高哥。你好，你好，快请坐，请坐，我去给你们倒杯水吧。哎，好，来坐。同志，我们胡副主任啊，这次是到你们大队来讲课的。你们苏大队长呢？哦，他不在这儿，到张县长那儿去了。张县长？哪个张县长？就是那个把我们演习学员当日本人抓起来的西北军团长，他把薛县长给扣押了。苏大队长听了这事以后，到县政府要人去了。又是那个老滑头，我就找他要人去。哎，高哥，等一下，他们认识你，你还是回避一下。哎，高教员，吴副主任，苏大队长，薛县长怎么样了？哎，他们不放人。他们为什么要扣押薛县长？是这么回事，坐下慢慢说。我出去整几口啊，把家给我看住了。闲杂人等一概不得进入。是。大县长，又怎么了？大县长，电梯政府来人了。这一天要来几波啊？我这又不是共党的会客厅，不见。大县长，这不见行吗？有什么不行啊？我是一县之长。再说了，边区政府的头头都在我这扣着呢，还是有资格让我见啊？不见。是。我去边区政府了解了一下情况，军那儿的同志说呢，这个张振武啊，多次找他们麻烦，做了很多坏事，都往边区政府身上推。不光这样，他还经常暗中诋毁边区政府，制造老百姓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我们一大队在这里也不好过呀，他们保安大队经常找我们的茬，好几次学员都差点和他们起了冲突。看来张振武想赶走我们不是一天两天了。那咱们赶紧去要人吧。边区政府的同志已经派人去了，试图跟他交涉，但是呢，他都拒绝接见。现在是夜里，我们贸然去要人的话，反而会落下口实。可是我担心会对薛县长不利啊。放心吧，他张志武还没有这个胆量。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我们明天大张旗鼓的去要人。张总，薛县长，张总，薛县长，还我人来！还我人！全部统下去！张县长，张县长，大事不好了！又出什么事儿了？一大队的学员把县政府给包围了。什么？准备站岗！还是别大动干戈了。张县长，好久不见呐！这不是抗大的胡副主任吗？您兴师动众的到我这儿，有何贵干呢？张县长。你还记得我吗？高长官，别来无恙啊。胡副主任是来救张县长的。救我？张县长，我劝你悬崖勒马，早日放出薛县长。薛县长私闯我的办公室，想图谋不轨，我把他抓起来，这有什么问题吗？哼，光天化日之下，薛县长手无寸铁，一个人到你办公室。你说他图谋不轨，你说出来有人信吗？吴大记者，你相信吗？对，忘了介绍了，这是新中华报的吴记者，专门过来了解此事的。你好，胡副主任，你把记者找来，你想干什么呀？张县长，我真的不想让你当汉奸呐。你才是汉奸呢！你私扣边区政府县长，破坏国共两党的关系。这是日本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而你帮了日本人的大忙，不是汉奸，又是什么？张县长，放人！维护全国统一战线，维护全国统一战线，交出薛县长，交出薛县长，让所有人再加大声势，还我人来！还我人来！维护全国统一战线！维护全国统一战线！还我人来！还我人来！你当团长的时候，抓了我演习的几个学员，差点酿成重大的冤案。是梁将军把你免了职，让你来这儿当县长，给了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可是你公然破坏统一战线，张县长，你应该知道此事的后果吧？误会呀、啊！是不是误会？让舆论做出结论吧。哎，等等等等，林面，您别动怒啊，这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啊！放人吧。好好好，我马上放人，快去把薛县长请出来。是。交出薛县长！交出薛县长！维护全国统一战线！维护全国统一战线！薛县长，让你受苦了。胡副主任，谢谢你来救我。走，回去吧。好。县长，军统的卫东早就来了，听说他们的孟长官想拜会一下您。你怎么不早说呀？刚才这里太乱，不敢请他们过来。赶快带我去见他们。是。喂，老弟。哎呦，张县长，打扰了。自己人，客气啥？张县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行动组的组长孟庆余。孟长官，久仰久仰。久仰张县长大名，今天啊特地过来看望您，真没想，却看到您受委屈了。对。这个张志武一直在暗中扩充保安队的势力，这对咱们很不利啊。明天我回去向领导汇报一下情况，加强边区政府和一大队的武装力量。高哥，你记一下张志武的所有罪行。哎，我来说。第一条，听孟长官这话的意思是想替我出出气。当然，而且我们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再让抗大这么发展下去，瓦窑堡可就没有党国的立足之地了。那孟长官，你有什么好办法吗？既然他们知道找记者造舆论，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他们不是学员多吗？如果抗大的这些学员亲自登报声明退学的话，我想以后就没有多少人愿意上抗大了吧。孟组长，这个办法行不行啊？别把事情越搞越大了。如果按照孟长官的方式去做，事情办成了当然很好，可一旦暴露了，抗大是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到那时我可收不了场啊。抗大的那些学生到时不管说还是不说，咱们都把他给杀了。抗大就算知道我们抓了人，但死无对证，他们也只能哑巴吃黄连。再说了，就算这事儿没成，也能教训教训抗大，要让他们知道，在这瓦窑堡还是您张县长说了算，别整天没事儿跑这儿来瞎管闲事。现在怎么样，大队长？有三名学员被抓了。看清是谁干的吗？几个穿农民衣服的人。快去包扎一下。是。太可恨了，这一定是保安队的人干的。吴副主任，我们该怎么办？这一定是张志武在报复咱们。但是现在咱们没有证据，没办法去要人呢。所以我们要把情况调查清楚。这样吧，我去，我对瓦窑堡比较熟悉。好。老同学，不要慌嘛，留个纪念而已啊。怎么都不动块儿啊？
你是谁？想干什么？这位啊，可是咱们的张县长，体谅同学们学习辛苦，所以今天特地把你们请过来，好好的招待招待你们。少来这套，有你们这么五花大绑的请人的吗？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是学校规定学生只能在学校吃饭和住宿，请把我们送回去吧，我们还要上课呢。还回去上什么课呀？在你们一大队能吃上这么好的伙食，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吗？只要你们几个肯留下来，我保证你们天天享受荣华富贵。你们想干什么？三位，只要在这份脱离抗大的声明上签字，有什么要求啊，尽管提，啊。看什么看？走远点！哎，逛庙去嘞！来，散开！你个老不死的，走路不长眼呐！哎呦喂！管家，来来，起来。没事吧？没事，没事。这保安队的人也太过分了。这算轻的了。原来我们家有个后院，保安队说搞扩建，他们说炸就炸了。后院？对。老人家，你们家后院在哪儿啊？前面的这个门。啊，这样，你送老人家先去看看大夫。嗯，好的。这钱你拿着。好。慢点啊。学员就关在保安队的后院。好，我们去趟县城。好。哎，我还有个更好的主意。哎，怎么样？滋味不好受吧？这俗话说得好啊，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就是一份声明吗？写了，咱就不用遭这罪了。休想！别他娘敬酒不吃吃罚酒，行不行？呸！县长，抗大的人又来了。赵县长，我们不方便让他们看到，先行一步。好好好。快，把他们从后门带走。县长，弄走之后怎么组织？上了吧，是。来人！高长官，您怎么也大驾光临了？胡副主任，这么兴师动众的，有何指教啊？张县长，还是不要绕弯子了。把人放出来吧，薛院长，我不是已经放了吗？您还让我放什么人呢？上次你无端扣押薛县长，这次又绑架我三名一大队的学员，张志武啊，张志武，你的手段未免太拙劣了吧？胡副主任，话可不可乱讲啊？您说我绑架了您三名学员，您有证据吗？我亲眼看见我们的学员被你绑在院子里，算证据吗？你哪只眼睛看见了？我这抓的人多了，而且竟是些小偷、流氓啥的。高长官，
难不成你抗大的学员也学会偷鸡摸狗了吗？啊！张志武，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张志武，希望你不要胡搅蛮缠，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假如我们的学员不在这里的话，你也洗脱嫌疑。你以为这是哪儿？你们想搜就搜！哎，胡副主任，既然你一口咬定人是我抓的，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我张某人一向行得正，坐得端，我不怕你查，更不怕你搜。来吧，好，咱们搜。胡副主任，我承认，我们之前是有些误会，但绑架的案子，我张某人是断然做不出来的。站住！回去告张志武，丧尸的事儿还没完呢，如果再搞什么小动作，别怪我不客气了。走，是，走。怎么样？报告没有。胡副主任，这查也查完了，搜也搜够了，您几位请吧。张志武，张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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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如，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既然没有话说的话，那我们就先走了。你还是好好想一想，怎么样向你的上级交代吧。走。你们三个废物，我一枪崩了你们得了。哎，张县长。何必动怒呢？孟长官，事情搞到这个地步，工党怕是饶不了我了。滚！既然这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那就只有先下手为强。什么意思？剿灭一大队。您开什么玩笑？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开战呐。理由？抗大两次武装闯入县政府，还威逼县长您释放逃犯，这理由还不够吗？可是孟长官啊，我现在不是在西北军当团长的时候，手里面兵强马壮，我就这么一个保安大队，没多少人，万一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抗大派人增援怎么办？那就找晋绥军帮忙，咱们可以先派保安队包围住他们，在一大队门口开枪，要是他们敢还手，那咱们不就更有理由了吗？可晋绥军能来帮咱们吗？就说咱们遭到了中共抗大一大队的袭击，请求他们支援。只要消灭了瓦窑堡的共党势力，我们军统头一个为张县长您请功。到那个时候，张县长，您可就是咱们党国的大功臣了。行，那就按你说的办，一不做，二不休，我这就去找晋绥军帮忙。好。
么回事？张志武的保安队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正在外面开枪挑衅呢。马上给总部发报，请求支援。是。哎，等一下，苏大队长呢？正在组织学员准备反击，让他不要开枪，注意隐蔽。都别开枪，胡副主任有令，原地待命。不要打了，原地守住，等晋绥军过来。郑红荣马上过来，通知毕业班学员紧急集合，做好集训军准备。是。二哥，副校长同志，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同学们，瓦窑补屋告急，毛主席刚才亲自批示，让毕业队前去支援，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同学们的高度信任，也是我们一次真刀真枪的实战锻炼。毛主席说：“瓦窑堡有狗，给我们一根打狗棍，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一定要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进攻，坚决完成任务，坚决完成任务。出发！”团长，部队怎么停下来了？前面就是抗大了。团长，这不对呀，不是说县政府被攻击了吗？咱们怎么跑抗大来了？说的是呀。哼，我问你，这怎么回事儿？啊，你们县长不是向我们求援吗？怎么把我们带这儿来了？啊，这给我们一边去。是。团长，这事还得问问张志武去。咱们不能让人白白当枪使啊！说的是，我这就去一趟县政府。对了，你在这儿看着，在我没有回来之前，谁也不许轻举妄动。是。不好了，胡副主任，晋绥军过来了。晋绥军啊，来了多少人？有一个团的兵力。看来张志武找到帮手了。具体在什么位置？离咱们这儿有百十来米，不过再没往前来。停下来了，他们这是想干嘛呀？我过去看一下。胡主任，您现在不能去，外面还有保安队的人呢。是啊，太危险了。那总不能这样干耗着。我估计晋绥军一时半会儿还过不来，要不保安队早冲进来了。咱们再等等，等校的支援到了再说。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张县长啊。您在担心什么呢？孟长官啊，这都僵持一天了，可共党迟迟不还击，这晋绥军也没有动手的理由啊。您就放心吧，我了解共党，坐以待毙啊，不是他们的性格。吃吃吃。哟，都吃上了哈。赵团长，快请坐，快请坐。坐什么坐啊？老子那帮弟兄连夜赶过来增援，一路上水都没喝一口。还在一大队杵着呢，可你倒好，在这儿吃上饭了。我问你，你不是被一大队给攻击了吗？打你哪儿了？赵团长，您是不知道，共党这帮人啊，着实可恨。先是那个什么边区政府过来闹事，然后又一大队跑过来威逼县长释放逃犯。哎呀，张县长为了国共合作大局啊，委曲求全，可他们倒好。蹬鼻子上脸，都快跑到县政府门口来拉屎了。你谁呀、啊？在这掺和啥呢？鄙人孟庆余，军统局的，刚调过来，负责瓦窑堡这边的行动组。今天
我是亲眼目睹了张县长受委屈，实在是替他鸣不平啊。不过赵团长这次过来帮张县长的忙，哎，也能杀杀他们抗大的锐气，对咱们党国嘛也是有利无害的。我告诉你，老子晋绥军是正规部队，没功夫管你们那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赵团长，咱们进一步说话啊，进一步说话。有什么事儿说吧，咱屋里说吧。不必了啊，那您稍等啊。赵团长，不瞒您说，兄弟我曾经是西北军梁师长的部下，队伍上的规矩我懂，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还望赵团长多多帮忙。哼，我那儿一千多号兄弟，你这些东西能买我几条命啊？您嫌钱少啊？没关系，事成之后我必双倍奉上。我怕到时我没命花。赵团长，赵团长，赵团长留步啊！我就说嘛，事儿越闹越大，咱们现在收手还来得及。收什么手啊？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必须一鼓作气。咱们一鼓作气也得有个理由吧？关键这个事儿成与不成都对咱们没好处啊。我现在是行动组组长，你要做的就是无条件服从命令。不行，我得到一大队去看看他们的情况。明天就将奔赴战场，今夜月下倾诉衷肠。脚下的路太短太短，心中的情太长太长。烟和水有你笑声我，我不是看见了这离别的泪光。无情时光在流，在